有时候梦到另外一个同修对他说，小房子要折成塔状的才好。同修紧张极了，连忙说，我从来没有折，会不会我念的小房子没用？就想问这个梦境是不是说明同修的小房子有问题？不是不是，砸成塔状的意思就是叫他功德宝山呀，就是说明他功德不够呀，单单念小房子不做功德有什么用了？哦，是的。